所以你自己就一直没有这种压力，说为了博版面一定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件，我也没有往那方面想过，所以人家自然看到我会把这一段神经切掉。 OK， 就把你当男明星对待，就不会有什么性感路线或裸露路线这一类的。OK， 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，还是比如说比较不认识我的记者，还是会说，哎，大 S 摆个 S 型曲线来跟我们拍一下，然后我就说啊好，然后他们就觉得好，那也没办法。